无养生不生活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一生的时间有三分之一需用来睡觉，但由于忙碌的生活状态和紧张的工作，每天面对大量的信息化，人的大脑很多时候都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。当经历了一天疲劳的工作之后，到了晚上却依旧难以入睡，长期以往下去，对人的身体健康以及身体机能都会有很大影响。所以拥有一个好睡眠很重要，好睡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机能，恢复元气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穴位，配合贴肚脐贴补气血，来帮助缓解紧张，释放压力，放松大脑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入睡。第一个穴位就是内关穴。内关穴如何来找？我们可以用力握拳，然后在手腕内侧有这个凹陷的地方，在这个凹陷处的最深处，腕横纹三指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两根肌腱的正中间，大概这里就是我们的内关穴。可以直接对这里进行按揉，用拇指或者食指关节都可以进行按揉，而且按揉的过程中会有酸痛刺痛感。经常按揉帮助宁心安神，理气止痛。按完左手再按揉右手。第二个穴位就是风池穴。风池穴也非常的好找，我给大家先找一侧，在后颈处有两根大筋，当左右转动脖子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摸到的。然后顺着大筋往上走，走到颈椎与头颅连接之处枕骨的地方，与耳垂相齐平的位置，这里有一个凹陷处，这样大家很容易找得到。我侧面给大家看一看更明白。然后可以用大拇指对这个地方进行按揉，也可以两个手一起按揉，帮助疏风通络，放松紧张的心情。此外再配合贴肚脐贴补气血，净脾胃，通肠道，恢复身体机能，效果更佳。以上两个穴位大家可以睡前各按揉5到10分钟，方法简单，贵在坚持。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或收藏，谢谢。